Imo. Imo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陆总，不好意思了，怪我没有及时赶到，还害你受了伤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我替嬷嬷谢谢你。苏总客气了，顺手帮忙，小事而已。陆总真是好老板，对以前员工还这么上心，难得。应该的。我看嬷嬷也吓着了，我先带她回去休息。陆总多担待，好好养伤，早点康复。小松会来接你吧？来了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走吧。一个女孩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？我当时太着急了，我根本来不及想联系别人。陆锦明呢？他是突然出现在那儿的，他说是唐总告诉他的。你难道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什么目的吗？你是在给他追求你的机会吗？什么叫我给他追求机会啊？要不是他今天突然出现在那儿，我们平时都是碰不到面的。学长，你想多了。殷实和金平资本合作那么密切，你们怎么可能碰不到面？平时就算见到了，也是因为工作。你刚不是说碰不到吗？学长，你的反应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我过了。他们这些富二代想什么，我最清楚了。他们追求人手段就是无孔不入。你这么单纯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你真的想多了。况且陆继明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在帮他解释吗？你不信任他，你也不信任我。你叫我怎么信任你？对不起，我刚才太不冷静了，对不起。